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作，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荣耀。伊伫正生命、正生命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礼。这是咱大家的音圣诗149首一条，美妙主耶稣。美妙主耶稣，万面伫冠顾，你本是神，真做世人。主我所信仰，主我所尊崇，我欢喜主做我尊荣，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。我所应得的荣耀，
所以让我的地是在很漂亮的地方。我要学到那个教是我的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心肝良心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在我的面前，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。我们的教会每一个角落拢在敬拜上帝，
每一个角落拢在服侍上帝，每一个角落拢在挖苦上帝。感谢阿爸爸稳定，相信让大人有无同款的才能，也让我们伫分工的社会中间，会当扮演到一个重要的角色。虽然伫现实的社会中间，会有侪侪标准来论断阮，总是阮犹原要深信，伫阿爸爸你的目，你的心中，阮每一个人拢是你上宝贵的，拢是一个宝贝。虽然阮也常常会伫阮的生活中间，用社会标准去评断其他的人。请求你来下面问，我们当在这中间学习到彼此的三听。下面我常常会因为担忧着未来，跨入着头前的路，所以我会失去了我的信心，对你的信心。总是你的稳定永远无离开我，在我每一步你拢引导保守我。我要为着这个事来感谢，恳求你时时帮助我定睛伫你。因为我知道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我也要为着我的教会来祈祷。我回想到过去的年的中间，你是安尼永远有稳定伫我的教会。我们所夸口的，不是我的才能，不是我的地位，是阿爸父上帝你对天来的祝福。总是我无了这个最高呀，我也有共同的心志，唔忘掉伫我未来的教会是一个稳定家庭的教会。我希望是一个得家良家庭的教会。我期待我的教会当成做一个是完成主耶稣所交托给我的大使命，普遍的传福音的教会。我嘛期待我的教会在未来集体中间有更加亲密的沟通，彼此的陪伴，彼此的成长。我也期待在我教会未来行政管理的事务中间有更加有效率，更加有计划性。然后话，我们从这事任何教会未来所要行的路，拢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恳求你对天收束阮逐项的智慧，伫阮未来牧师的心上，甲伫阮会友的心上，互阮当彼此相听，彼此真侪好的同工，互建国教会伫你上帝国的时间内底有一份影。来为主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来为主发光。只是阮要从今仔日的礼拜，无论是第一礼拜，也是华语礼拜，拢交托伫你的面前。恳求你的稳定，参加教阮的王牧师。或者是靠牧师做会，根据你修饰好因地位，传讲着你的信息，也让每一个人来到这中间的忧伤的心，要得到安慰；摇摇的心，要得到帮助；乱掉的心，要得到瓦壳。我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